520点券加520新币，20个要10000。好，直接拉满，都是礼物啊。这个长什么样子？让我来看看啊。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观赏性啊，星野情书这个加520亲密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效啊。就这样，没了。对对，啊，先买孙策这个好吧？哇，终于搞到这个了。上次出的时候我没有买啊，我没玩儿，孙策可算全皮了。除非是驾着飞马的他。黑马的他，这不是白马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是飞马，不好意思，我耳朵不好使了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。大乔也全皮了，小号108段了。然后是海诺和朵莉亚的，先买海诺。我的故事。哇，小碗 cos 这个朵莉亚肯定很好看。作者也有你。哦，人鱼啊，对哦，他是人鱼，他长腿了，再高点的话就好了，再高一点到男的鼻子那里就差不多。是我跟小婉的身高差，就1.85米和1.75米的一个520限定全皮，新皮肤不能送啊，只能抽啊。新天幕可以，这小婉喜欢。哦，来了一个券呢，那我现在抽多了呀？不是，我不是要兑换，我是要赠送呀！我怎么点错了啊？我不要这玩意儿啊！哇，我点错了，我像个呆瓜，我有好多其他的都不用，我只用这个。你也不要吗？小婉太丑了。那我这还多了那么多怎么办？搞两个这个礼物，然后还有300多，再来一个。另外啊，韩信这个多两个令牌，梦回西游这个也多两个令牌。没有可以搞的了，我们单挑吧。什么规则呀？就是你想要什么皮肤，就用那个皮肤的英雄来跟我打，打赢我，你那个皮肤心愿单直接安排，输了就任意一个史诗。非凡王者实心啊，下手轻点。他真是说一不二啊，这玩猴子呀，就怕拿刘备输了很丢人，你们知道吧？你玩猴子，难道说你要地狱火吗？他偷我红去了。昨天晚上打排位赛连跪呀、啊，昨天晚上半夜玩排位赛，偷我红是吧？他的红还在，你猜怎么着？你猜怎么着？哈哈哈哈。哇，这个猴子啊，这个猴子啊，这个猴子啊，来跳过来，来，猴子、啊，你不挺能蹦跶的吗？那个马龙，来，你来一个试试，你跳，你不是，哇塞，扛不住啊，我的那个什么还没开呢，我的步枪什么时候卖了？卖错了，什么时候把步枪给卖了？你跑，你跑，你往哪里跑？啊，被我逮着了吧？好人啊，好人啊，好人啊，好人，我没了，好人。哎呀，打不动，根本打不动，这把打的真是太难受了，兄弟们。玩猴子只能给猴子啊，别的也行，就这样子吧，也可以。墨子的天蝎座啊，好，下一个是谁？再来一个，你们看这个，我的主页左边这个心愿单，右边看到没有？祝福数是528个，心愿点是价值76万啊，都有机会。